Yo， 系波子打波子机，咁大家见到呢只系咩机啊？冇错，就系 LOL 啊，英雄联盟啊，咁啊，好多观众都之前就同波子讲嘅话，叫我打 LOL， 打 LOL， 打 LOL， 其实都讲咗半年噶啦，咁我都真系冇真系拍过 LOL 片啦，特别我冇玩过 LOL 啊 ，OK， 你见到我都啊，啱啱上卅咧，系啊。上卅咧先拍得片噶嘛，系嘛，即系讲下笑啫。咁啊，上卅咧先可以装符文啦，即系装啲高级符文，同埋即系可以俾你增加到最强嘅、最高嘅 range 咁样啦。我咁嘅意思咧，咁啊，波子就玩开啲咩英咧？我就玩开真系加文四世，又或者啊 top 咧，或者系同埋诶 JG 嘅英啦。咁啊，我就试下真系玩 LL 俾大家睇啦。咁希望大家好劲嗰啲就唔好真系插我啦。OK， 你始终。我唔系打开噶嘛，你明啦，我只是来玩的。好啦，咁我就嚟一个五打五自选模式啊，自己揾人对战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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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个时候我等紧人哋，杀我啊，跳我机啊，咁啊 ，L L 咧又有一个规例啦。如果冇大家冇玩过，可能唔知咧，就系咧入咗场咧要即刻讲。自己究竟是打乜嘢路嘅，即系上路、中路、下路啊 ，jungle 啊，即系打野怪咁解。咁啊，可能睇紧呢条片嘅你都打怪 LL 噶啦，可能我讲呢啲都系废噶啦。咁我都纯粹讲下啫，咁样啊。OK， 接受啦，嚟啊，接受。嚟，我有强 top， 我有 top 啊。啊，然后咧，你抢到 top 嘅时候咧，你就要打分。嗱，系我打先啊，你又粉抢。我同我抢啊，知唔知啊？嗱，见唔见到啊？我打先啊，嗱，我即刻抢咗个位佢，即刻咧就拣 top。咁咧，既然系咁，我今次就揾加文四世啦吓。希望加文四世就唔好令到我失望啦，唔系，希望我就唔会令到大家失望啦。OK， 咁啊，呢啲系符文天赋咁样啦。OK， 咁我就加文啊，简称叫 J4。点解叫 J4 咧？系咪因为有四条 J 咧？唔系，因为系。啊，因为佢英文名系叫 Jarvan the Fourth， 系啊，加文四世都叫 J4。OK， 我争啲真系以为真系有四个 J 。OK， 咁唔系嘅。好啦，咁就做咩啊？唔系啊嘛，嗰、那个 Remote Spin 真系同我抢 Top 啊！Can you see that？我打到 top 先喎，大家话系咪啊？嗱，睇下啊，我打 top 先噶，我抢咗先噶，真系冇扮嘢啊！佢又咩啦？哎呀，佢又去先喊啦！嗱，既然系咁，即系话要双抽啦，真系要搞串个 party 啦。OK， 咁我十倍奉还嚟啊，嚟啊，你系咪要双抽啊？嚟啊，我唔紧要噶，反正都系拍片俾大家睇啫。OK， 咁咧而家咧我就讲下呢个现场究竟我队有啲咩啦，咁我就用呢个战神吕布啊，我有 skin 噶，系啦，咁啊，跟住有海尔啦，海尔应该系 jungle 啦，因为佢都带咗诶，即系 jungle 即系打野啦，即系唔喺上中下呢三路出现嘅人都叫 jungle 嘅，唔系即系咁讲啦 ，OK， 咁跟住就有法洛士啦，法洛士系 AD 嚟噶，系打下路嘅，咁啊杰西就睇你同我抢 top 啊嘛，两个双 top 啦 ，OK， 咁啊两个都上路啦。今日真系冇 meet， 今日真系冇法师系啦，今日真系 OK， 咁呢铺应该系操噶啦，操 game 啦 ，OK， 睇住波子点样操 game 啦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开波，咁其实咧波子咧有一排冇玩过 LL， 咁突然之间咧，其实嗰一版咧变咗呢一个界面，其实我有啲唔适应噶，即系你以前玩开 LL， 其实应该啲草地系冇咁胶噶啦，我觉得依家系胶咗啦，以前系冇咁胶嘅，咁啊，既然我打 top。咁啊，第一招技啊，梗系学翻 Q 啦吓。咁我个人而言嘅啫 ，OK， 大家唔需要咩嘅，你亦都可以讲下、分享下你最常用嘅玩法吓、就唔好闹我 ，OK。好啦，咁我就买一个多兰之盾啊，多兰 shell 啊，多兰 shell 啊，多兰 shell， 即系买咗之后多灾多难啊。就唔系嘅，咁啊买咗多兰之盾咧，即系你可以回血回得快啲，咁啊冇咁容易死咁解啫。因为佢就有每五秒回六嘅生命、你玩我 LL 知噶啦，唔使讲啦，系咪先啊 ？OK， 咁啊，正常一开始系应该
小心嗰啲 jungle 嚟抢嘢啊！因为咧，即系呢一个位啦，跟住呢个位啦，系两个打野区一开始会即系打野怪嘅据点啦吓。咁通常佢哋咧就会一啊，齐无密视我集的式马咁样谂住去尾。抢人哋嗰个 JG 啊，嗰个据点，即系 JG 又叫打野怪啦。OK，咁然后点知又俾人哋反抢翻，咁咪好愚蠢、好 stupid 嘅事嚟噶嘛？讲到好似我又好有见地咁啊，好有知识咁啊，其实我都系30年连同框都冇嘅人嚟嘅啫，我只不过好啦，佢嚟啦，一开波同我只抽啦，嗱佢走啦，嗱佢走啦，佢惊我啦，系啊，因为通常贸贸然走入草丛嗰啲真系抵死嘅，我觉得，所以我系唔会贸贸然走入草丛，除非我匿埋先啊，我服佢啊，咁啊佢抵死啊，OK，咁开波啦。因为1分50多秒咧，咁就会出呢啲嘅野怪啦，咁佢哋就会打啦。佢哋会帮嗰只 jungle 打野怪嘅嗰个英雄咧，就帮佢手打啦。咁我就打翻上路啦。你睇嚟嗰条茂利并唔系真系想同我抢噃。哎呀哎呀，大王，sorry，我系应该即系美刀啦吓，唔知大家玩过 LL 未玩过就唔知咩叫美刀。美刀咧就系最尾一下先打嗰只怪，咁你就可以攞到嗰啲钱啦。我攞唔到啊！No，No，我攞到嘅。好啦，第一场我哋打 Yasuo，系啦，我已经冇魔啦，系咪？我好惊啊，点算我好牛底啊？我好惊啊，我好惊唔够抽啊！等下先，我有冇学自然施法呢？啱啊，有自然施法嘅，都好爹。你督我又督，我为咗抢只怪啫，嗱，唔好乱吠啊，嗱，喂，喂，佢吠我，唔 惊，我知唔需要惊佢嘅，哎呀，大镬，Oh no，好惊好惊，哎呀，唔好乱喷啊，嗱，好惊啊，嗱，唔好打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哇哇，好恐怖啊，牙叔好恐怖啊，即系通常咧，我打开一上路见到牙叔，我就会。牛底噶啦，我就会好惊噶啦，因为牙叔真系成日好飘忽噶嘛，又向左又向右咁样，都唔知佢想点。你讲个稳定啲嘅位俾我打你好唔好？啊，冇啊，好惊啊，傻仔，佢俾塔打啊！嗱咁咧，行得太近一座塔咧，就会俾座塔打噶啦，咁呢啲好正常嘅嘢嚟噶。等我讲俾啲未玩过 LL 嗰啲人听啦吓，大家唔好咁意外，以为我喺度讲俾边个听咁样。系啦，啱啦，啱啦，啱啦，嗱，你仲唔死？你仲唔死？你仲唔死？嗱，佢闪过嚟，我劈死佢先。波子杀到人啦！大家系咪以为波子一定死硬咧？波子唔系噶，波子杀到人噶，系咪好叻仔先？其实对面废啫。一定咁讲啦，系咪先？咁系嘅，一定系咁啊！哎呀，大镬！嗱，你见到我连尾刀都做唔好，你就知道波子系废噶啦。OK，咁啊，呢个时候冇乜血，我觉得就应该见好就收啦。所以咧，食埋呢只兵，食埋呢只啦，食埋呢只嗱，见好就收咧，对于我嚟讲咧就冇乜咁嘅概念嘅。我啊唔中意见好就收啊，我中意劈到底啊！嗱。系啦，咁啊呢个时候啊见好就收啦，因为咧其实咧你都会惊咧，JG 即系打野区嗰啲英雄咧会嚟插手，然后杀咗我嘅，因为我冇乜血啦，你见到啦，咁我翻嚟先啦，系啦，牙叔得翻四叻，一开始佢输咗个败阵，就系咁输俾波子系咪？会唔会咁呢？可能佢最后都赢翻噶，所以我要小心啲，我要好小心。我等都系唔好乱买嘢住，储住钱先。因为波子咧就想玩攻啊，全攻型啊，就想整翻个黑色切割者先，因为都几高攻噶，系啊，冇试嗰个防御。好啦，上去啦，上去啦，继续。有你同牙叔只抽，谂起都兴奋啊，因为我已经攞咗佢一个人头啦，我多佢啊300多蚊咁啦吓，唔系好多钱啫，但都够噶啦，对于我嚟讲买装。诶，我啲队友都劲喎，已经杀到个喎。但系唔系，我死咗两个啊！而家即系二换二，而家2比2啊，唔系二一。哦，系，我杀咗一个人，因为
好啦，哎呀味道做唔好，大家唔使要睇我味道吓，我味道系渣嘅，系好渣我味道，我纯粹嚟劈人噶咋 ？OK， 嗱条傻仔，个傻仔啊过嚟啊，过嚟啊！过嚟啊！吓杀刀啊！吓杀刀吓！吓杀刀我唔到我吓杀刀你啊！你敢走啊？阿叔啊！啊走佬啊！啊仲唔死？你仲唔死？你条茂利啊！哎呀大镬啦！俾人伏击啊！好惊啊 ！Oh no！ 哦冇帮拖啊！我死咗啊！所以真系得些好意须回首啊！而且个中路又唔帮拖嚟一句吓，嚟一句啊，真系又唔帮手。我算啦，其实系我个问题嚟啊，我系唔应该追到咁远嘅。系啊，我错啦。系啊，对面仲要六level添啦，开始佢有大技啦。哦，好惊啊！咁我都开始要合翻个工装吓，系。咁啊，同阿牙叔斗高工系咪要？好啦，试下睇得唔得先。No quarter for the wicked.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我有呢个残暴之力，我要变得好残暴，我要残暴过牙叔，我要叫做暴叔，唔系我系J Force嘅残暴之科，残暴 J Force， 残暴的 J 或者叫做残暴的 J， 好似好变态咁啊，残暴的 J。大家见到我出技系喺度食冰嘅，即系啲人又喺度好悭魔死悭死底咁样，成日都唔出技嗰啲啊，跟住点知我啊走晒去杀怪，哇！啲队友都杀到人喎，好劲喎，仲要 double kill 添喎，喂，好惊喎呢件事，真系唔好咁啦，咁劲，好啦，咁应该呢一场咧波子就应该。应该唔输啊，我觉得吓，因为队友咁劲系咪先？嗱，队友咁劲，我冇理由输啩，系咪先？嚟睇下，嗱，队友咁劲，嗱，大家见到我合咗残暴之力，其实真系至理名言啊！哎呀，有人抢嚟抢怪喎，喂，大镬啦！我哋个 J G 大镬啦，大镬啦！哎，究竟救唔救到佢呢？哦，我觉得系救唔到佢噶，大镬啦！你应该脚拖住佢走啊嘛，大哥。你点可以咁做㗎？哎呀，蠢咗啦！你蠢咗啦，蠢咗啦！好啦，等我执咗佢先。啊，波子就系啲咁嘅人嚟啊！唔好意思啊，太过激动。你知啦，打 L 啲人好激动㗎嘛，随时等紧打打 LL 嘅样。佢嗰啲阿爸阿妈突然间熄个电脑，随时要劈人噶。我觉得呢啲系咁噶，真系吓。因为打 LL 唔好咁认真啊，所以真系。打机嘅嘢唔系你输就系我输嘅啦，系咪先？嗱，你睇下，唔系牙叔死啊，我死嘅咧，咁所以我系走先啦，我等大技先，因为我唯一能够屈到牙叔咧，就真系大技。佢有一招，我唔知佢有冇带闪现啦，佢有冇带闪现咧？诶，佢有带闪现嘅，头先佢咩唔闪走佢咧？好奇怪啊，怀疑佢用咗啦吓，因为我正常我出大技咧，通常啲人咧第一个动作就系闪走噶啦，系啦，咁啊搞到我就成个傻仔咁样。但我杀人咧就真系好需要个大技嘅，因为嗰出大技嘅输出咧系好高输出，系有呢个二百几输出啊，即系二百几攻啊。OK， 当然你越高密攻亦都可以提高你嘅所有技能嘅攻击力啦。相信有玩开 LL 都知噶，我亦都唔多讲啦。所以其实波子打 LL， 其实我谂咗一排嘅，即系拍打机片唔系拍打机片啦，拍打 LL 啦吓。因为大家都玩开 LL 啦，我玩系咪斩俾人闹？大家玩到咁熟，仲叫我玩嚟做乜嘢啊？大家睇我玩都唔系睇我玩教学噶啦，睇我睇我点死噶啦。Be honest, man， 你唔好话咧，你唔系啊，你唔系真系谂住波子会教到你玩 LL 系嘛？波子教你捞翻捞啊得。啊，好啦，中路，诶，阿叔点解去中路啊？佢唔够我抽，佢走路啊！啊！咁其实上路用嘉文真系唔错噶，有啲人觉得嘉文一定系即系啲英啊，嘉文四世啊，一定系呢个 J4 啊，唔系一定系 JG 啊，成日讲错嘢。
其实就唔一定系打野嘅，咁啊打上路都唔错噶。哎，又翻嚟啦，阿叔，阿叔系嘛，叫阿叔，怼鬼嘢啫，阿叔，哎呀，哎，怼唔中添。个傻仔谂住整个盾啊，谂住我怼唔到佢，我嗰个系范围技嚟噶，你系顶唔到嘅傻仔吓、啊，好似系啊，好似系啊，我都无谓咁咩啊，咁自信心啊，大家样衰咗 seven 咗咁啊，真系啊，成个组合咁啊唔系几好啦，系嘛？好啦，继续食兵。咁啊，大家冇玩过 LL 嘅话，我可以讲下，其实啊，压兵线都系好重要噶啦。咁当冇即系对方嗰个将军唔喺呢条路同你对紧抽嘅时候咧，你就应该压下个兵线，将个推到去嗰个塔底。哎呀 ，sorry， 食唔到兵。咁啊，俾啲压力大家啊，等佢翻嚟，等佢翻嚟又好，点都好，总之系对你有帮助噶，因为你随时可以插咗佢座塔噶。插咗个塔又可以有300多元啊，系咪先？真系好抵嘅，买一送一，唔系插一送一，唔系插一送200，做紧优惠期间。我怀疑嗰个 JG 又喺度仆我，所以我都要小心啲。系啦 ，JG 系狼人对面嗰只 JG， 佢点乜嘢咧？喺度乱点，烂唔知烂乜嘢。我唔理佢啊！我系照食兵啊！我自肥算啦，我要自肥。啊哦，食唔到兵添。系啊，波子有时咧对每一个美兵啊，即系都会感到好失望啊！自己美唔到兵之后，好啦，咁啊，记得插下眼喺啲草丛度啦，因为咧啲人一喺草丛卜哩哩咁样卜你，咁就唔系几好啦。咁啊，嗱，好似咁样啊，咁样俾人插乜嘢啦？嗱，咁啊睇下，咁啊冇乜血噶啦，咁啊冇一半血啦，真系针公猪啊！佢真系好惨啊，仲有几多放唔到，又唔敢放，咁咪睇下佢，睇下佢，睇下佢。不过佢都补紧血，佢都少嚟急噶啦。嗱，我有2500啊，究竟应唔应该买嘢先好咧？但睇嚟下路需要帮拖啊！但我上路系唔应该离开嘅，我系唔应该擅留擅离即守嘅，系啊。尽管上路嗰只牙叔好似都走走地噶啦，都唔想理我噶啦，佢又唔够我抽，就要等兵线。系啦，嗰条兵线咁样去到咁厚，咁佢冇兵食啦，真系大镬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佢都够抽嘅，佢一个人都够抽嘅。咁啊，我应该去边好呢？我又唔应该走喎，如果我走嘅话咧，牙叔就会升咧，咁佢高咧就大镬啦。咁但系中间咧两条友又唔知道想点咁样又拆我哋塔啊，真系。好啦，唔理啦，继续啦，继续食住兵先。一嚟牙叔都唔知道想点噶啦，佢又喺度等寂寞到夜深，夜已渐荒凉。咦，中路好似，哇，屈机喎，中路，哇，中路啱啱好似围殴嗰人，系啦，三个打一个，系啦，俾屎围啊，人多虾人少啊，咁啊 ，LL 系需要呢啲叫，呢个叫战术，呢啲唔系叫做人多虾人少啊，真实呢啲叫 bullying， 但系喺 game 入边呢啲叫 smart， 呢啲叫啊强手 ，a hand with a high level 啊高手。啊嗱佢啊，佢系惊到咧喺座塔隔篱，冇计啊！佢又唔中意同我打，冇乜嘢睇，冇计啦。鬼叫我用加埋用得咁劲咩？一开始啊，我讲紧吓啊！哎呀大镬！哎得啦，唔好赞我啦，嚣啊！大家食到兵啊，系咪衰咧？啊自己赞自己啫吓、啊，你当我打 L L 系一个人格失常嘅人啊！啊我又打唔到啦！哦，兵啊，我又未兵啊！我未兵，哎大镬啦！佢想喷我又想斩个旋风过嚟系嘛？好惊啊！好惊啊！过嚟咧，哎劈两嘢先，好啦，系啦，个傻仔又唔知道我有燃烧噶，所以话玩 L L 咧最紧要大燃烧，必要时咧就缩一烧咁样烧镬金落去啦。我哋可以拆塔啦，啱啦。咁必要时咧亦都可以。叫人过嚟帮手
杀塔啦！哎呀，大镬，座塔打我先嘅，点解？哦，系啊，因为个兵线喺后边。哦哦，个兵线唔够钱。哦哦 ，Oh no！ 好啦，啱啦，搞掂，可以拆咗佢先。好血，呜、哦！第一座塔就咁就拆咗啦，系咪我嘅咧？我嘅，哎呀，唔系我啊，俾人拆咗啊！唔紧要啦，有得佢食啦。反正我得好多钱，我有3800，惊佢咩？系咪？好啦，我就翻去合埋呢个黑切先，黑色的切割者啊，干到一嚿嚿咁啊嘛。好啦，咁我觉得咧，既然我嘅攻得咁屈机啦，咁啊唔争在啦，合埋呢一个九头蛇，哈哈哈哈！我知识玩嗰啲一定话我黐线嘅咩？咁多把武器攞嚟托啊？你估你真系一只手揸一把武器啊？啊！我同你讲，我合六把武器添啊！你吹咩噶？诶、欸，阿嫂好似想偷我塔噃，我洗翻先，等我。哦，推我塔不笨，佢又唔敢推喎、啊。佢有啲兵仔打，唔紧要。阿嫂唔见咗，中路小心点。哎呀，我应该等。等座塔打咗嘢先至食噶，系啦，好。咁啊，我玩加盟咧就第二招技我学一点嘅啫，即系大家个人一人二同，一人唔同啦吓、啊，一人二二啦吓，大家口味唔同。咁我觉得二个招技咧，我系攞嚟慢人速嘅啫，或者系冲过嗰阵时突然间一个暂时几秒之内就好高防咁样啦。有啲人就唔系嘅，有啲人就可能升二技先嘅。咁主要就 Q 就系第一招技一定要升啦，升先啦，升先啊，系啊，升咗就可以令到人哋升先噶啦。咁啊，赢唔到啊，冇所谓啊。啊，哎，牙叔落咗嚟噃。哇，哎，佢个盾真系挡晒噶噃，系好嘢喎、啊。哎，啊，佢好似想开波咁，哎，立佢过嚟，夹过嚟，哎呀，个机械系可以拉佢过嚟噶。但有冇用系一个问题啊！嗱，好啦，如果我 B 嘅时候开波咧，我都系打 A 打法师啊，或者系打 AD 先嘅。但佢拉唔到人，我都冇计。佢拉唔到人，我亦都系开唔到波噶。嗱，好似呢个好似好劲咁样，你睇佢，系咁仲劲。唉、哎，算啦，我翻去防守啦。你哋都唔开波嘅，唔系唔开波，系个机械人根本拉唔到人。佢如果拉到人就可以开波啦。嗱，哇，系想服我添，呢度两个打一个喎，医生。哇，唔止喎，唔止喎，大镬啦，机械人大镬啦，机械人大镬啦，嗱，好啦，死一个，死两个，哎，跳落嚟，哎呀，啱啦，打一个，哎，死啦，哎呀。最终我只系可以杀到两个，系咪杀到两个？定系我记得杀咗一个啦吓，但系一个好输出嚟嘅，我系死得抵嘅，我系死得抵嘅。哇 ，Ace 就咁啊 ，Ace 咗啦，系咪好攰啊？系啦，即系 LL 嘅呢个乐趣就系将人哋打到死晒，哇，霸王咁样你就觉得自己好好 high 咁样啊，劲啦系嘛，我今日好劲啊，诶呢个就系打 LL 嘅乐趣啊！亦都好多人啊，因为啊，觉得自己其实好劲，咁就可以称王称霸，导致咗迷失打技啦。我讲紧自己啫，唔系我系输到冇兴趣玩 L L， 可能我系。咁啊，暂时就17-6，咁啊应该攞晒优势噶啦。咁啊，暂时应该对面如果佢唔20分钟投降嘅话，咁我哋仲可以打一阵噶。哦，大镬啦，俾人反败。哦。哦，智障 AD 俾人闹啦，咁我觉得其实马战就唔系几好嘅，不过如果佢真系智障，你闹佢又无妨，我觉得系啦系啦，嗱，好似呢啲咁，嗱呢啲咧，呢啲真系智障咧就可以闹佢啦，见唔到啊？走喎、啊、走喎、啊、走喎、啊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你边啊，阿叔 ，hello。啱啦，嗱，啱啦，又可以上一件啦，哇！逐件逐件嚟，逐段逐段旧情已是无憾，一一一，哎呀，大镬，够唔够打呢？哎，系唔够打噶，应该，
系啦，因为座塔隔篱真系唔好搏，讲真，因为呢个地方已经系佢个地盘嘅一个范围入边，只要啲队友一翻山出翻嚟咧，我哋就大镬啦。喂，你唔好贪心啊，你走，贪心贪得好，系啦，佢啱啱一炮咁啊，远距离射爆嗰条友，咁系一件悲剧嚟噶，对于对面嚟讲，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好好笑，我觉得。好啦好啦，哎呀机械人拉几拉唔中，咁唔系咧，咁对面可能比得好啫。咁啊呢度三打三，暂时我都咬，都系退后先，咬底啊，系啊，打 LL 经常会发生嘅事，一系咬底，一系就全败。咁啊系咯，如果你咬底嘅话，咁就应该冇死得咁惨嘅。不过最好就唔好卖队友啦，卖队友即系突然之间打到半路啊，突然间走咗去啦，或者系啊。保住自己，咁有技又唔出，咁又走咗去啦吓，咁啊最憎呢啲人噶。哎哎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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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食晒食晒，杀呢、這个杀呢、這个，系啦 A D 都冇埋，仲唔死？哇我系四个助攻啊，我系一个人都杀唔到我真系，我心谂，哎呀大镬，去，仲唔杀翻嗰下？真系。你见到你唔系输晒嘅时候，我觉得基本上你系善用啲技点样去执头啊，系好重要噶。我觉得做乜嘢啫你吓，自爆条友 ，what the fuck？ 佢自己都 O 晒嘴啊，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咁我先走先啦，我好啦，睇我走唔走到咧？我觉得我系走到噶，哈哈哈。好惊险啊！见到啦，哇！我都惊，我都啱啱吓一跳啊！真系完全心都弹出嚟，哦！啱啱嗰下咧，真系咧，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咧，两把高攻嘅嘢都唔好意思啊！我啱啱真系买咗个队友，唉！咁我叫咗你走噶，讲真，我点咗啱啱，咁就我呢个时候应该合翻啲有血嘅嘢啦，有血嘅嘢，例如系咩呢？我觉得就合翻个好战者吓、啊，即系我系咁玩啫，大家可以跟住我玩噶，亦都或者可以唔参考我玩噶，只系睇我玩得噶啦。诶、欸，佢哋好似想食龙、哦，系啦，佢哋食紧啦，应该食咗，食完添啦，应该，因为嗰一版咧，其实龙啊真系好容易食噶，我觉得系易咗噶。好啦，我嚟紧啦，你哋开得波我就开波噶啦，嚟啊！我又有点燃，有呢招技吓、啊，有大技吓、啊，惊你有牙吓、啊，惊你有牙吓、啊，惊你有牙吓、啊，吓、啊！唉，最惨系个机械人捉几多捉唔中咧，哇，仲要食晒啲兵，真系啊！好啦，一切啊尽在机械人之手中，佢唔开波，我啊开唔到。咁所以快啲捉翻嗰，唔該。好啦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大镬大镬大镬！喂，哎佢死定我死先啦！喂，唔使啦！喂，哎呀，都系死咗噶，系啦。波子经常犯嘅错误就系自己冲咗上去先，系啦，然后帮晒队友，跟住自己就死咗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咁系正常嘅，经常打 top 系应该冲先嘅。有 ace，yes。以生命换呢个战局啊！呢啲叫做呢啲打法吓。不过其实啱啱其实我系想闪翻出去嘅，即系你出完大技其实可以闪翻出去嘅。咁啊，加文啊大技就可以笠住人哋个大技，跟住自己闪翻出去嘅时候咧，就其实如果对面系闪唔走嘅话咧，就可以制造一个攻势，就可以 lock 住人哋啦。我觉得系咁啦。咁当然如果你自己冇闪面嘅话，咁咪 lock 埋自己啦。咁你即系你俾人围殴啦，咁啊大镬啦。而你又系全攻形态嘅话，咁你又缩一笑，真系缩一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基本上打到咁上下咧，见打到一个缺口，你睇佢都唔防守嘅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哋都已经开始赢噶啦。我觉得咧，阿牙叔防守啊，哇！哇咁佢防守啊，即系意味住我哋又可以开个中距离嘅波啦。Let's go, let's go, man, let's go. Yeah, I want to hit that mother.马德马德马德，哇！你好吗？哎呀，杀唔到添。好啦，其实应该杀到噶，不过哎呀，啱啱
想按閃現，閃唔切。不過唔緊要，都殺到啦，已經唔需要閃現啦。啱啱個出技嗰下其實我可以閃現嘅，如果我閃得好嘅話咧，咁就靚啦。哎呀，對面投票投降啊！系啊，我都想吓杀多几个嘅，即系啊，算系咁啦。其实好耐好耐，波子冇玩过 LL 啊，咁啊，突然之间玩翻今次俾大家睇下波子玩加文啊，玩开加文其实系点样噶啦。咁我就玩开全攻型啦，咁就玩到咁样啦吓。系啦，咁啊呢一集都玩咗好耐啦，冇错啦。平时打机我都应该呢条片都应该20分钟，咁呢个 LL 咧我尽量剪到短啲噶啦。咁咧系啦，就真系玩一铺 LL 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波子打 LL。大家中唔中意就话俾我听啦，咁啊 like subscribe， 我哋下次再见。可能我会玩唔同嘅 top 或者系有啲 jungle 嘅英，因为我系玩开呢两条路啦。咁我就拜拜 ，Damasia，Damasia，Damasia。